请收看慧律法师博学讲座。修行佛道的人，你要一定要记住无争，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要尽量的宽恕众生，忍辱，这个忍辱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否则忍不下来。如定万定之山必定之顶啊，亲像上高山之霸必得之巅，这个四句就是自在菩提的，不肯终止化成啊。咱俩发心一定要究竟菩提，内当不休困，如是发心名就真啊。下面有罪不忏，有罪过你不忏悔，有过不抵啊，有过失你不要抵掉，内浊外清啊，外靠啊，现今清净，内面的污染烦恼当啊，因为佛法是心法嘛，摆平了内在的世界，外面才能清净嘛。哦，那内心的烦恼，这个浊就是烦恼的意思，内心的烦恼啊，名利心很重，哎，这个外靠啊，看是个修行人啊，始勤终怠，一开始啊。假精进啊，到最后啊还在。虽然有好心嘛，拢去有名利啊所夹杂，名跟利所夹杂。虽然有鲜花，也是去有罪业所污染。如是发心，名叫做畏，畏就是不真呐、啊。这一段是变畏之相，畏的是喜啊，假有心就是得罪啊，原来无心叫做过失啊。凡是罪过，应该忏悔抵免啦。起码讲不忏不抵，就无忏悔心嘛。一个一个人未见未消啊，啊，甘之下流啊，啊，内浊内心的垃圾啊，所以其中内心的烦恼就贪嗔痴啊，混浊自性啊。那你本性夹着贪嗔痴，就变成执着意识。外清就是交现界定慧啊，啊，故意啊，啊，做干呢哦，非常干呐有修行的人。清净之行啊，啊，素的精勤修习啊，总是海带会敌啊，啊，虚度时光啊。虽然有好心，行诸好事，如续孤济贫，续孤啊，续就是赈灾啊，赈救啊，一个被在一个早晨的晨呢、啊。拯救啊，续孤就是救济孤儿啊，济就是帮忙善车啊。那么赈灾啊，救难啊，救济平民啊，西官布施这个观察，急药急就是供应的意思，急药那个不能念给药啊，你要念急药，供应这个药，修求婆罗定啊。都为贪名道利之心的位置，是为夹杂啊，夹杂。好心是好心啊，但佮贪图名利啊，啊，怀念相贪啊。虽然有这个鲜花修足法门，比如讲持戒修心参禅十定，定心观慧观，念佛持咒定，过来贪嗔痴断，无取所恶，遮住罪恶，污染所修清净之行，如是发心，名叫做慧啊。下面众生改进啊，我愿奉进啊，众生的改进啊，众生是不可进啊，众生没哪有可能进，啊，我愿就不进啊，菩提道行，我愿奉进，如是发心，名即是大，那是一呀啊，啊那是一呀，从世界，楞严经讲世界众生的业障啊，三种的相续不断啊，无有穷尽啊，所以讲众生改进，我愿则进。啊，以无众生可度，所以度生啊，完毕啊，以度到无众生可度。简单讲，就是咱的内心呐、啊，无所着的时阵，你这个观呐、啊，就是成佛才有一个段落。其实呢、啊，那么就思想来讲，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在理体来讲，也无众生可度。简单讲，那净悟着咱的本性，你就无众生可度啊。因为你已经完成内在的众生的佛道啊，菩提道就是圆满菩提，福德成就，福慧具足，
已经是两足之尊啦，主角甲他已经得到究竟的圆满啦。佛陀既然成，我愿奉行啊，如是发心，名叫做大。下面观三界如蝼蚁啊，是生死如冤家啊，但其实就是希望啊，希望自度，无想要度众生，这个发心名叫做小。第一段变小之相，观三界亲像这个蝼蚁啊，观就以智慧来观察啦。三界、欲界、六欲天以下，五处的众生，有男女啊，此相拢是淫欲而证性命。讲你今日你为什么来这个娑婆世界？咱的淫欲心不断啊，这关搁真上界歹断，所以啊，这个念头要控制好。未成离欲，所以成欲界。色界六欲天以上，四禅天、初禅三天、二禅三天、三禅三天、四禅啊，这个三天啊，四禅呐、啊，教共是九天呐、啊，九天呐、啊，四禅三天是先讲福生天、福爱天、广国天，那么十天呢、啊，故外无想外道，以及五不还天。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这是三果的圣人住的。所以甘丹共四禅就是两种人住的，一个是外道，一个就是佛道的三果的圣人。四禅就是两种人住的，三天外道住的，以及佛道住的。平常人不怕都告诉你的所在，这功夫又很深的人聚集其中，比诸树贤嘛，树为天龙啊，敢那有闻着呢，不能低见啊。以上十八天改名色界，此色不是欲色啊，不是欲望的色啊，但是哪有形色？不是欲界天的色，是还有形色而已啊。第四贤反夫天啊，有欲啊，但是灭色，有这个欲望，但是啊。已经没有这个色，所以要归这个空，所以讲我的数空天，所以啊叫做无色界，就是数空天啊，不特无异，不只是干那无欲，而且个无色啊，为其他的形色，所以称之无色界。三界是六道众生啊依据之处啊，色业若无空，轮回就袂当出。那么在三界内受果报身躯，无自由分，所以称作蝼蚁啊。五蚁的色身是小蝼蚁，三界是大蛤蟆啊。死了搁出世嘛是搁三界内，死了搁出世嘛是搁三界内。所以啊，是这个生死如冤家啊，生死逼迫啊，逼迫是叫做大苦，称作冤家，令人受苦。必欲离之欲离生死苦，所以修诸多品断界内烦恼啊，干那什么诸多无功在心，未当多人如是发心，名叫做小。不来，那是你的心外见有众生，以及给予佛道愿度愿成啊，功分不忘啊，功分不忘，就是常常执着就对了，常常讲我有功德了，就熏就是熏习的心。一个缘在一个力啊，也是熏习的心，功熏啊，左边加一个力啊，右边加一个力啊，熏就是勋章的熏，熏的古字啊，法界蒙熏的熏加右边一个力啊，就是这个熏字。那么功熏不忘啊，你所做的功德拢袂记又袂记住，定定执着着着，低见不灭的。知见就是我见呢，我见呢，不灭不除，如是发心名即为偏。什么叫知见不灭呢？一直令你讲一煎熬，干那我的乞丐，把人弄破解；干那我的报喜，把人无报喜；干那我上无执着，把人上该执着。这个都是知见不灭，就是讲来讲去拢干那家己好尔，把人拢怎办？这个就是知见不灭。令你感觉就伟大，知见不灭的人就是傲慢、狂妄，如是发心名叫做偏了。
这一段了解偏执上，偏就偏在两边，不归中道。一个着于有，一个着于空，啊，着于空啊，啊，啊，皆为一片。着于心外，见有众生以及佛道啊，这就是执着于有啊，有凡有性啊，以众生即愿道，以佛道即愿行啊。啊，以上真心文中所说，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度众生啊，同一达成菩萨道。地比相闻之作啊，不同。何以讲一偏呢？只是因为伊无了解中道的道理。菩萨不宽告菩萨，是告菩萨啊，全时幽分幽，就是很遥远，差很多的意思。哎，两种是分得很清楚。这个幽是遥远，就是全教菩萨、实教菩萨是分得很清楚的。这是第一，欲想离想离。如观多观行啊，如观多观行啊，有灵多灵行是光分不蒙，众生佛都是之间不变的啊，不蒙，不除掉自己的知见，那就是这种着教着相，是为全教菩萨啊。本来释迦菩萨所修理想，总的度众生，不得众生之相，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不多的多，多的不多，无行的行，行的不行，空有相离，转归中道。趁真实理而修，趁真实理就是无声，适合啊啊，合着这个无声法。所以书一定再三个注意供给你们，修道要想成就，你们进入真正的理，一定要无声，一定要无相，内心不要任何的执着，不管别人，归根观念在自己的后，你们成就，你才有希望。你不要管别人对你怎么样，管他来不来，管他去留，不要管别这些众生，管你功能按照后拜，你也给你的细心心中过你自己的清净心过好些。你管别人要按照讲，你怎么讲，他怎么反应都不要管他，保持你内在的安详啊，趁真理而修，修习高菩萨的、啊、实教菩萨就是讲空嘛。就随发大心，真心地修，离名万里啊！即以众生可度，你以有福可度，可行如是发心，这个是偏呐、啊。这边要比诸行这些众生，那你本性这些众生，所以愿度脱；诸行这些福德，所以愿成就。不见一法，离心别有，一切拢咱心的问题呢。心想善的善，心想恶的恶。心想想的清净，就是佛；心想的烦恼，哎，就是众生。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行虚空之行，正虚空之果，也无虚空之相可得。所以这个厉害就是厉害，厉害呢，到最后伊一定跟你讲一句：没有任何可得，无虚空之相可得。啊，如是发心，名叫做圆。这一段变变圆之相，啊，那怎样啊？若知之至，是智慧地脚现前呢，才这样了的诸行啊，是当然人诸行本性，这个性本性就是众生，我就是佛道啊。要知影，那个诸行就是众生，所以愿度脱啊。要诸行就是佛道，所以愿成就。要众生佛道，拢袂当离开咱的本性。所以不见另外有一法，离心别有啊。那见心我有法，就是不是正知正见。讲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观，行虚空之行，正着虚空之果，这个虚空能力啊，未在做虚空的盖啊。那做这个相盖，何为空观、空行、空果？安尼并无半项啊。纵然有所说，就是不恰当啊。爱以道理来解决，以理来依据啊。虚空爱当作公代，师父头拄甲讲，所以讲个爱当作公代心，爱发一个公代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佛道无上誓愿行，行功德行，正着功德果。功德行就是六波里面啊，功德果就是大觉，就是佛啊。啊，修啊，就无修的修，无净的净，也无虚空之相可得。修就无修，净也不净，如是发心，名叫做圆满呐。讲地处八种差别，即地心差，地心差。这地气处，地气处就可发心嘛。啊，讲咱那一当
了解邪正真为大小偏缘，是八种什么形象，差别不同，然后就自己知影自己啊，啊了解邪为小偏，这种无好啊，安那真正大圆，这就是好呀、啊，所以心察好歹啊，自己得当歹个去掉，好的撇开啊，不依叫做去呀，啊，依之叫做去取呀、啊，啊。其地应其应处啊，啊，皆可以发心啊，诸不地有所错误啊，啊，那么今天呢，就讲了又是九点半啦、啊，九点半啦、啊，啊，九点半，我们是把这段讲完，把这段讲完，啊，这段讲完就续分嘛啊，讲因何心产为我所发心啊？以此八中为邪为正为真为大为小为偏为圆呢？下面看大字的，因何气处？所谓气邪，气为气小，气偏，处正处真处大处圆，歹拢去掉了啊！如此如此发心啊，方得名为真正发菩提心，假的是歹的拢去掉，好的拢总扣起来。啊，这问题拢足简单嘞，所以这唔免解释，啊，唔免阁解释，安尼了解，啊，明仔那就讲67页的正中分，明天我们就讲67页的正中分，因为这问题并不是足困难，但是真重要，真重要的对。今仔日呐，你刚经以前啊，先个讲一个，今天发生的事情，因为你这个。这阿华，哦，伫山上吼，伊即爿咧干工啊。伊讲这个怪兽啊，去挖着这个蛇的孙啊。他没有告诉他太太啊，他太太当天晚上就梦见那个蛇啊去找他。他先生挖着蛇去找因太太啊，现白色的蛇给他看啊。啊，因太太就讲，啊，哪会一个蛇互我梦见咧？啊，伊先生就惊着。所以这个很厉害的，很厉害的，哎，非常厉害的，啊！因此，所有众生都有灵性啊，啊，所有众生都有灵性啊！不杀生戒这一条，你一定要持好啊，一定要持好。67页那个气呀，公处菩提心，诸仙中王，讲这个菩提心啊，一切仙里面啊。上界了不起的，必有因缘方得发起啊！要有因缘，为这个所在叫做正中分啊，就是真正啊，要讲这个重要的道理。那么菩提心这三字啊，是一般的正宗啊、正宗啊啊，那种正宗川菜啊，是什么菜？那么。一本经里面一定有正中分，那菩提心就是第一心，是诸仙中王啊，一切仙菩提心上界重要。仙有世间有了的仙，出世间无了的仙。有了仙，比如讲五界是人道的因啊，为人仙啊。原来是仙。啊，是六欲天的因啊！啊，正讲你呐，想要升天享福，必须要做修仙。因为欲界仙素无良心，以及不动业，不动业啊，是福这个前六世的起来啊，修不动业，不动业就是色界的禅定的代名词，不动啊，就是说。不是所谓的真如啊，这个所在讲不动是暂时不起来啊，叫做不动啊，没有断，浮而非断啊。那么禅定的功夫，所以是色界因为色界现。那么灭色归空，即修色空定。灭色归空，甲动体就空，差别在什么所在？灭这个色法来归空，这就是外道；即色即空，这个就是佛法。灭色归空，
要把这个色法除掉，来恢复这个空，这就是外道的，无了解讲色空一如的道理。因此，这就是用二分法啊，二分法修习空定是无色界因，为无色界现，这拢是不了生死，不出三界，是有了的现。因为无了的现呢，啊，亲像素体、声闻所修的修行的现，十二因缘。这两项会当了分段的生死，会当出三界啊。六道是菩萨所修的大乘善，那么菩提心是诸佛所修的佛善呐。菩提心简单讲，伊上界大的作用是啥物？为什么要叫你发菩提心？就是叫你唔好退转。这是所有的菩提心，你个安怎报应？什么心？就是要叫你学习不退转心，这个菩提心所有的作用，就是要叫你不退转，不能退转，佛道一定要成就。所以发菩提心的人，亦无容易退得心啊。领了分段变异两种生死，证得大涅槃。所以以菩提心为诸天中王啊，菩提心即个成菩提果觉，因地心呀。哦，这个菩提心。就是咱咧修行的因地心，初心就是众生的正因佛性，人人本来就有啊，各国不无啊，迄就是成佛的经济，经典讲佛种种缘起啊，所以一定要有因缘才来发起这个菩提心。来六十八页，即摆咧讲的这个因缘，简单讲有十种，何等为十啊？啊，一只念佛的动因啊，啊，即读作动啊，唔是读作重啊。啊，不是那个重恩的，那个重恩呐、啊！啊，念佛的党因呐、啊！啊，第二只念父母的因果，第三啊念师长的因果，第四念师祖的因果，第五念众生的因果，六只念生死苦果，七只尊重机灵，这个。灵不是当作灵魂，不是当作神性，当作本性的意思啊。清净的菩提心，这个灵就是咱本来的面目啊，而且本来就是这个佛性的意思。八只忏悔业障，九只求生净土果，十只为念正法得救助果，救助果啊，初两句。啊，是简单讲，这个数目有偌济啦？一只念佛的动因啊，是佛因第一，因为念佛是三界导师啊，四圣的祝福啊，三界的欲界、色界、无色界啊，一切拢系瓦克的佛啊。你若无佛，咱印度咱要哪要行咯？四圣就是暖身、胎身、湿身、化身啊，胎湿暖化。就是一切众生的意思，殊胜的祝福啊！啊，时代的众生亲像家己的囝安尼，有平等大慈大悲的心，要看要参一切众生之乐啊！啊，要让众生一切众生之乐，要把一切众生的痛苦，是基因最结果讲啊，有余这个念余余，很多人都念余是吧？有余父母，余就是超越。超越的意思，那超过父母的因，佛的因超过父母的因，那是一定的道理啊！啊，老爸老母，敢会当敢来生这个肉体呢？无法度生咱的发心慧命啊！啊，老爸老母的因啊，无法度参佛的比啊！啊，所以佛因是第一啦、啊。你这念父母因。咱若是要报佛的因，爱照着老爸老母，互咱的身躯来发菩提心啊！无这个身躯，要安怎发菩提心？好来修菩萨行，弘佛的使命，为佛的使者，在佛宣法，来弘法利生，来啊，宣扬佛的本怀，那毋才当报佛的因。所以，若不说法度众生，是一不名报佛因呐。咱要报因，一定要说法；报因，一定要说法。但是说法度众生，你若无这个身躯，你要安怎说法度众生？所以，咱这个身躯是老爸老母给咱的，给咱生因主啊啊，爱爱父母，生我取我，
取趋于取啊，趋于取，取就是劳苦的意思，一个聚在一个力量的力的劳苦，顾念父母恩重啊。第二，第三，念书中的因哦，那就书中就是非常重要。虽然有老爸老母生我这个身躯，啊，若无师父给咱教导啊，师长给咱教导啊，是知识未开啊，免来知影礼节是安怎，佛法嘛唔白，你要怎修行？咱若都无修行，啊，你生生世世读书的人，你嘛做凡夫。所以福音亲因啊，该不灵不，所以第三上重要，爱念师长的因。因此，咱若咧对师讲话，还是讲啊，咱若讲对师父有什么恶念，这个都是恶的种子，三途的种子。在这个经典里面都再三强调，对师长长老都不能有一念恶念，不能有一念恶念的恶心的念啊，一恶念，这个恶念会牵引三途啊，不重法故啊，不重法故啊，因为生师长代表三宝嘛，要佛不爹，佛不在啊，法放在这房间里面一个跨步，那只有靠师父啊，只有靠师父呢。啊，那师父的恩，那比你父母亲的、超过百千万一倍嘛！啊，你无书，你别在聊闲事，你根本茫然，你根本无路通行。所以要报师长的恩。第四，念师祖的因果，讲这条亲像对出家众来讲的，虽然有父母生我的身躯啊，师长教我佛法，也那是无布施的这施主啊，啊，布施供养啊。那么中立的啊，咱都爱无言啊。这个三苦啊，因心啊，要安怎安心办道呢？施主能成就我的道业，所以念施主的因地是。所以啊，咱办这个短期出家，短期这个出家也会使讲啊，就是要报施主的因。为什么要办这个短期出家呢？有真侪信徒拢来到这个所在，一直写讲感谢的话。这个囡仔哦，伫厝的是偌尼歹，安怎安尼讲唔听？啊，来这短期出家了，就继续成熟哦。师父今天来这里上课，安尼无少的一切的外境对我的看法，安怎甲师父伤害，还是讲赞叹，我拢无动于衷。我一定按方法，对我有信心的对个，对人无信心的，迄无法度，系一个人因缘家己去行，哦，所以我就是念施主的因，因为你施舍嘛，哦，我食清免烦恼嘛，啊，师父就发一报施，这一定的道理啊，所以师父现在也是报答施主的恩啊，赶快，我只念众生的因果，讲这三种啊。你众生的累真大，自我从无量劫以来，下生受身，比如金身浮妙啊，结果又过去无量浮妙，无出轮回，一定在六道轮回啊。那么我无说明通，也未当了解过去的代志啊，所以这当中有真侪众生是我累生的浮妙啊，与我有对我有因啊，啊，所以我们才注意讲啊，咱追六。那有这个因缘，咱甲写这个牌位落去啊，雷星的符号啊，安尼哦，甲写落去，甲超多一个啊。我利用所需要衣食，该来众生供养啊，所以令我现成受用，该是有因于我啊，所以牛为我做产啊，鸡为我施晨，施晨就是啊，早上公鸡报晓啊，就是讲透早爬起来。全为我守夜，啊！这狗啊替我啊守夜啊，因我也有因果，哦，所以啊念众生的因，那即嘛凊彩简单讲一下，你要来听经，你一定要骑车来啊，对，啊不坐计程车来啊，啊，计程车司机对了嘛有因啊，我无你无家己为厝行到这，
啊，跳倒来啊，人发明乌倒来，虽然嘛是有因啊，啊，你落脚落咧行，迄个路甲你铺甲正好行，无你去准脚行看卖，落就走啊，乌倒来徛落敢那，踮咧遐胖尔，对不？哦，下线啊，所以你目睭所看到，啊，佮啥衫裤，无你外口，你家己做衫裤呢？你家己咧车铺边呢？你家做衫裤呢？哎，这衫裤做凉的啊，还是做较厚的？哎，下咱的色彩。这嘛是有够的所在，虽然讲咱有钱，有时有钱就无当买。啊，你讲，听经，啊，这麦克风，咱教教咱的发明麦克风，对啊，啊，电器，都目睭所看见，拢总对咱有因就对啦。目睭所看见对咱拢有因，所以我就甲诸位讲，对待众生不能怀有仇视的敌意，对待一切众生未使用迄个仇视的敌意，无论讲这个众生外卖。伊就对咱有影响，多结善缘，唔好结恶缘。宁可牺牲家己受尽一切委屈，你就是唔好报复，啊，牺牲自己就对。众生对咱拢有因呐，啊，想对好去，卖甲想对歹去就对。啊，你咱啊，咱啊较快活过日啦，较袂神经衰弱啦，啊，伊也较好过日啦。啊，若无拄着时，伊话你朋友话迄边安尼艰苦啦，艰苦过日啦，所以啊，熬人。心中无恨，傲人心中无恨，一定是安尼。六者念生死痛苦，以上五种就外口的因，后边五种就家己的代志啊，一一无非拢是家己上界重要代志啊。讲念生死苦，这点上界重要。你念念起关照，现在这个身躯不是众生本哦，本哦众生啊！热天时过，寒人就过来；寒人过，热天就过来。心心不足啊，亲像火烧了就变火啊，渐渐渐渐那里消陨啊，消陨啊！啊，哦，这个电影，这个好莱坞，好莱坞一寡影星啊，我较早拢是安尼真演老的啊，啊、哦，是讲真水的，你看普利斯顿的猫王。不得了啊！普里斯顿猫王是吧？啊，迄、那个《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吼，安尼，你讲到即卖死几十档啊？人还搁咧个纪念，个纪念《玛丽莲梦露》啊！哎，他的死因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啊，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啊！啊啊，《玛丽莲梦露》伊随迄个记安尼尔，随迄个记安尼。啊，即卖，古咧大家拢当做《玛丽莲梦露》咧比赛安尼，啊，即、這个无啥人变得变衰就无法度咧，嘿啊！啊，所以讲，咱人你也看即、這个。歌星影星遐尼红，红到落尾啊，无。啊，像英国的 Tom Jones， 啊 ，Tom Jones， 当时候迄个叱咤风云不可一世，英国伊本来是一个真平凡的人啊，啊 ，Tom Jones 你捌听过啊？就一条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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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ilah， 就是那一首歌，不得了啊！规个美国、英国拢是许震撼的。啊，现在点点点点 ，Tom Jones， 对吧？所以罗杰摩尔007啊，即慢慢点点嘛，无啥个。所以咱人哦，即、這个我讲你听，世间敢若有一种行业，越老越薄，就是出家。你看，即、這个电影明星啊，也随着时间高点就下去呀、啊。人少年人一直起来呀、啊，对吧？啊，法师无共啊，伊愈老。伊就愈薄啊！伊经验愈高，本身的这个功夫愈高，伊德行愈高，伊愈深，年纪愈大，人会愈尊重伊。按怎这步无人要来？啊，大家拢要做歌星啊，听呀！所以讲啊，咱来了解这个无常啊，你就袂去欣赏这款有诶无诶物件啊。一看啊，十年后。你就感觉也是无啥物事个，所以咱只小姐，也是讲咱只查甫，你若家己感觉你足缘投个啊，十年了你去看卖，啊十年了后你去看卖，佮照镜看卖，你是五星几宝地，无效啊，无效。一过个我就甲你讲，一过个管过啊，一抹就赶紧抹，你唔通无抹粉呐，一抹就赶紧抹，你像我即卖一抹嘛，赶紧抹，同款啦，嘿，同款啦，赶紧抹啊。啊，咱吼，这那修行人吼，足奇怪。咱修行人迄个面吼，看起来就是袂感觉会老。袂，我即马那有机会洗面，我拢嘛有咧加感觉，也无感觉会老啊。我
十几岁、二十几岁，差不多看拢总同款啦呢。即马看较早啊，高中、大学相片看嘛，是说差不多都是这样子啊。结果是家己的错觉啦，哈。啊，事实上都未感觉老啊，未感觉老，真正。迄天来迄个喇嘛，西尼泊尔来迄个喇嘛，你看见？伊38，我39岁，哦，我看伊，我差不多40-50岁安尼。尼泊尔来，迄就是老化，那种环境啊，哈、啊，环境。无你怎啊？对着无信仰，无你叫伊来，叫恁师父的年纪，你叫伊约看麦。伊家约高中诶，我无个，伊唔知我39啊，我茫讲伊唔知39岁。所以这修行就是一个好处，伊的心肝会欢喜，伊每一天拢活伫个欢喜当中。伊每一天拢活伫幸福当中，伊体会着真正的生命。伊袂讲啊，我来跳舞、啉烧酒、唱歌，啊来接到这款的外境的物件，伊拢唔能接到这物件。伊逐天都活到足欢喜，有法，伊百岁年也要去极乐世界，有目标，有方向，伊袂去学袂去，袂去学袂去。内面迄句讲啊，渐渐消云啊，那么终归磨灭，必有死亡的一日啊！有一天你一定要死啊！死了，唔是出于三界哦，你袂当跳出轮回哦。依然那个修业的修行，行树书生，无有休息，这是大苦。嗯，所以连生死的痛苦得了，得了就对。七者尊重机灵，机灵就是家己灵觉之性，差不多所讲的，就是咱的本来的佛性，在众生现前的心中啊，灵灵不昧，了了相知，就是佛性。咱来尊重啊，唔通去哦，看伫个这个五蕴的山中，咱的这个身躯就是五蕴呐。哦，咱的身躯哎发展着咱这个本性，发心着去修行，灵机来脱心身，外超世界，出离生死，亲像鸟出笼啊，自在无碍。树就是希望，树不辜负，就是希望不辜负啊。希望唔通辜负咱家己的本性啊，尊重家己的机灵底气。八者。忏悔业障果啊，那么心胸如要不服机灵，唔通辜负家己的定性。第二，忏悔业障，忏记前愆，这个念愆就是过失，就是罪过的意思。悔就悔己，后果啊，也就是该往修来的道理。众生有三种：第一，血障啊，初的以为未血，心灵为障啊，啊血障。第二啊。业障啊，业障，心叫以所作诸业认为障啊，业障啊。第三，报障，依报甲正报、苦乐两报认为报障，这上该清楚啦。你这个火障吼、哦，是心的问题啊，啊，心的问题啦，啊，那业障是咱即马所做诶物件，但是报障上该清楚。你看为啊，为人安尼，一边谈都有通食。伊要放互散嘛，袂散呢。哎，这钱人一直咧贪互伊，你干呐？伊只都有即款福利，伊第四点都变咪一直报死，哎，即四点人伊都有福利干呐？哦，因为人是一直要贪别人的钱，啊，贪拢贪袂着。所以这个报账啊，非常的清楚。为人管，为人行得好看，啊，为人恶，为人行得歹看，对不？这款的物件就非常清楚啊，所以你为你本来的身躯，为你今卖身躯，佮看别人，你就非常清楚。佛讲的这个因果，你绝对走袂去，非常的清楚。要若无因果，上帝凭啥物要甲咱创造遮大汉？吼、哦，对不？你甲创造到遮大汉，对不？啊，我就这世人上怨叹，就是我想过大汉。对不对？啊，病什么？啊，这个不当怨叹，对不？要怨叹什么啦？所以咱人的皮肤的水啦、关节，这些拢唔免怨叹，唔免怨叹。啊，有的人哦，30-40岁，啊，喙齿就败坏，这嘛唔免怨叹。啊，像我咧，啊，就喙齿在咧摇，咧摇。你咱的业吧。啊，所以这嘛讲业障，啊，就互咱大家了解。有咱的这业障，就当看这个因果的报应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在注意讲，你唔能去计较别人，你今日过你家己过好，这上界重要。你唔通造业，这上界重要。那、啊、所以其中业处减少，这就是忏悔三种，应断生死啊。所以忏悔业障为第八，到
求生净土国。三宝五十恶世，三藏其当啊，爱忏悔灵真啊，持戒为难。啊，这些是哦，无遐简单的了，因为诸多缘受，所以一定爱心求生净土。咱伫这三宝世界是足困难的，三宝世界。你要去拄着善知识，要去拄着好人，这是有够少的啊！啊，净土的祖道缘道啊，诸上善人具会一处啊，啊，水鸟风树拢会演说法啦、啊，文者拢会念佛、念法、念经啊，见佛闻法，得证无生的法印啊，所以就求生净土为第九。答者为念正法第九之故，正法对佛所讲的教理行果。啊！理能信解修修正，是为正法。若但有教理行，理正果也少，这就是相法。相法就是事，相似法叫做相，相似正法叫做相法。为什么相似正法呢？正法很多人正果啊，可是相法呢也有某些正果，那但是是比较少。所以相法还有一点点像这个正法，叫做相法，叫做相似正法，名为相法。啊，若但有教理啊，你无行果，这叫做无法。所以无法啦，你找到一个正果的人，会使讲无？没有，完全都要靠净土法门，念佛的求往生极乐世界。为念如何令令正法得以救助？第一，真正发菩提心，信大戒，信大教，啊，戒大力，修大行，正大果，得正法，得以救助。如上五因，皆能得报啊！生死可了，机灵苦，业障可除，净土啊，得生。所以，以为念正法得救助为第十。下面一行这样来解释：讲因何念佛重重因呢？啊，为什么讲念佛对咱有真当的因呢？用咱释迦佛祖最初发心为咱这众生啊，行菩萨道，经过无量劫，必受诸苦啊，必受诸苦。来，七十二呀，啊，七十二呀。第一句是在问啊，那么下面是在解释，解释讲福音对咱为什么这么深重的因呢？念就是纪念，我就随世间啊啊，惊讲我啊，释迦是出土的教主啊，所以叫一个我。那么佛的名就是释迦牟尼系列啊，翻译这个释迦，用各位叫做能人呐、啊，能人呐 啊, 啊，那么。能施仁德以利他，闻彼功德众生啊，翻译某尼叫做寂寞，寂寞，寂寞，寂静啊，寂静就是厌莫以自利啊，保持这个安定啊。那么因闻这个地位上求佛道，其实这个释迦牟尼啊，解释个今日的啊，稍微有一点点的。啊，这个偏差，其实释迦牟尼呀、啊，啊，释迦牟尼这个是不是这样解释的？啊，真正按照考据学来供，释迦牟尼应该这样解释：释迦是一个种族，是部落，是个释迦族；牟尼是圣人的意思。那按照真正确实的历史的考据，释迦牟尼不是这样解释，是解释说。释迦族这个部落出了一个圣人，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真正的意思。可惜我们现在的人很少去考据这个历史，你的人云亦云，他就这样说，我就这样听，其实很多解释都不是这个意思。释迦是一个部落，是一个种族，牟尼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圣人，就是释迦族出现的一个圣者，就是释迦牟尼。这样解释是100%的正确啊！但是呢，啊，今摆这注解拢是安尼解释，那么无所谓的啊，不损这个圣人的这个德性啊。
要来，讲如来是佛果通号啊，啊，共有十号啊，如来是第一号，那十种通号里面的第一个，这两个就是法界里面来分别了解，就是来分别，也就是超九界以独尊之号。六凡的众生来历不如啊，来投胎，但是呢，心未当保持如如不动，就是来历不如。众生有来啊，有来这世间啊，来啊来的安怎呢？啊，不如未当保持如如不动的心啊，所以要了解这如对如如不动啊。那么六道众生业报告来三界内受生啊，相比八方所当，八方力衰毁誉嗔痴苦乐。这爱改善，世间的八方，咱常常讲这世间的八方啊，无一个人不比作动，所以来历不如是八方。八方又称八法、八世方，就是讲这八种的方啊，是世间人爱分的八种。亲像举一个开心，会煽动着你的心啊。所以，亲像风赢这个火安尼，叫做八方。哦，咱的心会做得住的人，就是讲咱的心来当做主的人，来当安住在智慧无上空的思想里面，咱就袂去有这个爱心所扰乱，这叫做不以八方所动。哦，那第二讲利，那就是金钱啊，利害关系那点。虽然常常讲咱袂贪，少钱袂贪，大钱讲落就倒，就分呢，就分呢。啊，你茫讲咱中国人，全世界倒一个人就是拢总共款。讲袂贪钱的人啊，哎，无可能。所以啊，一个即基针处的啊，稽查处的去查这个漏税，这是一种讽刺啦哈。也稽征税稽查组去查税，查到，查到这稽查组的就甲讲讲你较衰，你较衰，因为今仔若我来做生意，我原来会抢你来漏税，但是今仔日我是食政府的官员，政府的头路，所以因为今仔我的身份是半年甲你掠，啊你是算互我掠，好啊今仔换你甲我掠，我原来会漏税，但是今仔我是做官，这是一种。就是一种讥哈，敢那讲讽刺的意思就对了，意思讲这个利吼，世间无一个看会开啊，钱就对了。啊，我咪认为是安尼啦，我原来有同感啊，就对了，同感的哈啊，当然啦，唔是大修行人，这边看会开也无开的。第二，这个衰，这个衰唔是衰老的意思。就是损害我们，就专门要伤害我们。这个衰，哎，该说就伤害，要伤害咱的了。这衰不是说体弱多病啊，不是这意思。衰的讲要伤害，要伤害咱的，就一直要让咱死安尼就对了。这才是衰。简单讲，就减损于我，名为衰。减损啊，就是要给它破坏啊，啊，要伤害到我呀。啊，攻击我呀！啊，衰。第三就毁谤，毁就是毁谤啊，因为对迄个人无好感，因恶其人呐、啊，恶其人呐 啊，伊对印象无好啊啊，就编出这个不一样的语言啊，而毁谤他。那、啊、这个太多，那所到之处，公然还拍话，哎、欸，所到之处都有够侪。所以我甲诸位讲，啊，亲眼看到还正确，何况道听途说？你下过你第一点，你若无下这个棒停止哦，你口也不停止哦，啊，你完蛋了！你只是你连所有的功德拢去了了的，就是你手落去做功德，啊，嘴咧甲开，嘴咧开功德，嗯，当不当的毁谤啊，毁谤嘛。所以咱唔搞的人。做功德就好，唔通做假。第四叫做誉，就是赞叹啊。那、哦、这个大家拢记得大头边，爱人赞叹
啊，爱人战呢，虽然不面对面呐，啊，啊是啊，哎，用的战场啊，所以这个，去战场的这个啊，嘛是真好啊嘞啦，哦，随喜功德嘛，称赞出来嘛，总是好的啦，啊，第二个称啊，称道啊，因为推崇其人啊，啊，所以在大众当中啊，好、哦，功也有点啊，第六就是积。击就是击棒，啊，击棒，这个跟毁棒不一样哦。毁棒，一是有某些事情，啊，借着某些事情就去发挥，那叫做毁棒哦，毁棒哦。啊，另外这个击，这个击就是本来就无这款代志，啊。无中生有，这个鸡，底下这个鸡啊就更厉害了，啊，机会其实是连在一起讲的，无中生有，你借力里面讲的无根棒，没有根据的诽谤，你相信呢？我甲注意哈，我甲注意哈，讲一个答案，啊，你去试看麦，如果人来给你传是非。公安怎？你敢问讲？你亲眼看到吗？你敢问这个？你亲眼看到吗？你大姑拢敢问这个？谁讲的？那个人是谁？他亲眼看到吗？你大姑拢敢问啊呢？啊，都 out， 伊都印未出来，伊都印未出来。啊，你追究，请你来讲，我按那上界交叉的。不爱跟你做朋友，你看哎，啊，你那边追究期间，你亲眼看到吗？没有，你听谁讲的？你亲眼看到吗？哎，没有，告别啊，查无实据，事出有因，哼，讲送真相，啊，唔只讲或者众生，伊袂当脱离佮这个六道轮回，那你我就甲注意讲，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是我们再三给你考劝，唔通规工干那一直咧听看讲别人对咱的看法安怎，咱若望咱的良心，咱就无去做唔对，咱做到安尼就尽心尽力。我甲诸位讲，你做到老官人，一定要嫌到老嘛。你佫无论安怎做，佫叫佛祖来做，做到四头佮公破，人就袂满意。你若挂把红遮，人就嫌臭车。真的是世界，你是三无世界啊！引出但求无过，不敢言功，只求我们对得起我们的良心，其他这个不重要，不重要。你讲啊，吹个暖意对虚空都不作用，虚空就是咱的本性啊！你讲啊，安怎啊讲，哎，对咱都无作用啊！巧的人，伊就是有一款清凉的觉悟性。所以在座诸位，你今日听经闻法，上界重要一定爱运用咱的智慧啊，明净。啊，那三两句话就去用说去，那也不是佛的弟子，你无够资格做佛的弟子，你自觉的功夫都无够啊。第七，哦，第七，这个就真实感，苦，那这个苦吼，那我的体会就真重咯。因为我过去太性地啊，刷落去佫变苦吼，啊受着感情的刺激，苦，伊无感悟嘛，无感悟，因为我起码欢喜心来接受，变苦我欢喜心，我有业就爱报啊，我讲起码慢慢啊喊三千五千安尼喊，头壳疼一个，腹肚摇摇啊疼一个吼。两个人听，搁在这里三千五千安尼喊喊，到我临命终，安尼我就喊了咯，了哦，喊到我临命终喊咧。啊，来到临命终，一手来要退吼，哦，一手来要都收个香哦，安尼赞袂掉。所以我即马那咧病苦，那咧艰苦，我都真欢喜。阿姨讲，哦，你退了啊，要掉了，喊就要掉了，喊就要掉了，安尼。银行啊，有欠有债务啊，三千五千安尼还安尼还安尼还还久啊那会了？哎，啊，即马过来，感情的代志，这是世间人上界无法度突破啊！啊，那即马
拥有大智慧，哎，那不可能的代志，拥有大智慧，哎，所以讲，那么阿弥临经世书，我今嘛保持一个原则，斩断一切这众生的缘啊！我说好你听，你有啥问题你来找我，要去亲近这众生，是的，因为我已经感受到众生的可怕，尤其是南疆。啊！你无看我即摆讲经拢无共，尤其南疆，哎，啊！所以讲，哎，我这个世间的苦我感受着，我现在所采取的态度，完全断掉，不管好也善，不以在家人来往，无输无悔，拢总无。你讲安怎我无听着着？哎，伊我较早就是伤过自卑，所以这个苦。和我感受到今天来说、哦、我目前剩下的就是一个病苦一个病苦、啊、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那叫徒弟那这个不算是苦这是我的任务嘛、哦啊、剩下这个病苦、啊、所以没听到就好、啊、你说什么没关系、啊、赞叹我也好、啊、没关系我也真跟你赞叹真跟你赞叹我都跟这徒弟说你要回馈你的记忆你永远都说好的按着对大家都赞叹大家都跟儿乐啊，拢唔通讲反面的话，无论伊对咱有啥物曲解、误解、写批来骂咱的，口气真歹的，拢袂要紧，拢爱忍耐，咱脾气就是拢真好诶。那顶摆一个苗票，唔是苗票，苗栗，一个小姐，小姐哦，因兜闹鬼，因老母咧艰苦，啊，写一张批来。叫我安怎呢？伊是初学哦，叫我亲自爱去到因家庙里，甲因老母加持，甲因家的鬼赶走，安尼哦，安尼哦，拜托哦，因来写批来哦，查出你债主，代表你爱救我，伊规家伙是安怎？还是已经死三下咯？那无我安怎？好安尼，阿三，我爱为着无量无边的众生爱恭敬啊！我甲讲吼，我确实是袂当去，你若无你名写给我吼。无名写我，我给你回向，啊，这个主旨给我，安尼袂真嘞，安尼袂真嘞，啊，头一摆有寄一千块来啦，一千块来，小佩家是安怎呢？啊，我拜你，录音大公，你大慈大悲，我敢那拜托你小花代志来苗栗，加加钱呢，你就唔啊，啊你唔来，啊一千块佫加收去。讲啥呢啦？讲我辛苦个手机，讲唔去瞄你个家私啦。我讲写一款批安尼啦，安尼。我啊规定要从头到尾啊，就是骂出去人就对啦。啊不要，我叫吴技师，听到爹，我甲讲啊，我们没有帮得上忙，惭愧，不敢接受供养，佮加得登诶。啊，我看你好心写名，写自己要甲回向呢。安尼呢？哎，嗰个是重症，就不是个看完。迄个，这是女众啊，这是女众，那女众啊啊下去，哎，伊佫甲你几千块，佫甲你假倒转来，佫写一个不准回信，不准回批，几千块佫甲我假倒转来，啊，我就佮收起来，我行菩萨道。我为了后世定定要度伊，我一千佫甲收起，甲收起。所以讲，恁人迄个愚痴，讲做一个法师，伊一个人对几啊百万的众生，伊哪有可能即个走去到苗票甲你加持？佫哦，哪有法度安尼？对无？所以，因此众生对我的看法，我拢不在意。啊，所以我看第一批，我也袂生气的，对。伊有伊的苦衷，伊有伊的困难，啊，伊安尼怨叹我，啊，我嘛接受伊的怨叹，啊，伊无了解我尔，所以无了解我袂要紧。所以咱若立场互相交换，立场互相交换，你就了解讲法师是安怎。所以这个苦，我深深体会到，你做啥代志拢唔对。咱按怎做都唔对就对啦，你去做到死，你就按怎做嘛唔对啦。家在就是讲，还佫有一个有信心的徒弟，坐伫个大卡，安尼要听书来讲法，这是我真安慰的所在，哦，真安慰的所在。
这是真安慰所在，袂像我歹，佫够晒，伊也够安尼。哦，讲袂完呢，实在咩？第八哦，第八，所以这课大家你慢慢来去体会哈。乐就欢悦之意啊，啊，拄着好缘好景，心真得着快乐啊呢。啊，这就是拜八方啊，啊，这快乐。也没人话，这个乐我拢体会袂出来，古怪。我即使连人到今嘛吼，拢体会无这个快乐，我到今嘛拢无感觉一点仔快乐。我可能不是这三宝世界的人，我常常安尼想，因为这个世界，这个三宝世界，我认为无一项代志会引起我的兴趣，无一项代志会引起我的兴趣。啊，因为我内心已经非常彻底的了解，伊世间无一法可得，无一项叫做幸运，无一项叫做快乐，啊，嘛无什么不幸，无嘛无什么痛苦，因缘果报。自己做自己担，无要安怎？啊，伫咧世界，希望注意量早降哦，气早降哦，是世间的北方无人不必所当，这个的来历不如，来历不如，理性如理不来，如意不起，不懂，但唔敢来，唔敢来大众生，伊安怎？伊公司伊嘛唔敢来，啊。理性断这个五七的烦恼，出分段的生死，正有一涅槃，定空地寂啊，如如不动。佛灭一入世大众生，一看这个三界亲像如厄，再不肯来，所以讲或者如理不来。菩萨非如非来，非当离性啊。啊！一接到这涅槃之路，所以往返六道救度众生，非同凡夫随业受不之来，乃成愿力性，起来自在。所以讲就非如非来，是佛也如也来，本来应机示现而来，不空随不动，所以叫做如来。求法界众生啊，无著一比啊，啊，无一个会当甲伊比的着，无足一比，没有办法跟他比啦。不够资格跟佛比的，对了。最初发心者，佛印地最初发菩提心，是伫高释迦佛的身啊，为导师啊，为导师名叫做大光明。那么高释迦佛观其知识可度。所以就拜名四个地主，名下的佛母建的佛罗那须菩提，啊，一个古代释迦佛嘛是有这四个地主的名的，对，到陶师所，啊，陶师心情欢喜啊，恭敬礼拜，啊，默愿将来要成佛，也参佛同款庄严，也同款啊，这个、四个名号的地主相随在侧，啊，佛为说法，得度出家，从此发心修行。为我定果行菩萨道，应结三大阿僧祇劫，必受诸苦，诸各各他各行圆满，成佛名已殊胜，满所愿也。下面讲我造业的顺，佛就爱念啦，啊，佛就爱念啦，啊，方便来甲咱教化，你我夫妻不敌信受，那这夫妻是骗转世界，卖讲佛啦。讲法师就好啦，法师干那拼命要来弘法利生，都无几个众生要信受啊！你我无知啊，不知信受啊！我对地界，我若落去地界，佛又搁悲痛，要代我受苦啊！你我业障未当救拔啊，未当救拔啊！所以啊，啊，这段因为文字真简单啊，唔免解释，七十四页。讲我心念道啊，佛意方便，佛就是用着种种款卡方便，令净善根，比如讲佛讲这个五戒啦，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啦，啊，是这个十善啦，甲咱净这个善根，可能唔通对这个恶道，世世生生，变成咱后边种种甲咱教化，哦，来用个细令善根呐、啊。系令我善根，系就是用手提起来，
啊，你看第三行的啊，小第三行的最下面细，就是用手提起来，甘丹功的提系我们呢、啊，啊，教化我们，令我们的善根得以增长啊。但是因为咱的业障深重啊，不肯教化，不肯受这个教化啊，佛心也是无暂时的记下因果哦，是这个因何定的深重啊。佛初出世，我也可以点轮呢。佛来印度出世，我也可以得六道轮回。今嘛得的人生，佛已经灭道，佛已经灭道。何罪的生活法啦？咱到底有什么罪？在这个佛法的生出世呢？有什么好会当来出家呢？莫讲出家，像恁在家居士就不得了啊！恁在家，咱只在家居士，佫会当哦学佛，佮家庭啊，佮事业。安尼会晓得过来听经，这就是伟大啊！做书的人啊，不但赞叹出家，更加赞叹在家这菩萨。不简单，咱只男众，咱只女众，这在家菩萨确实不简单。何总，你不见金身啊？金身就是佛啊！咱有什么障碍？咱结果你通看到这个佛的金身，何行你光弘这样子的哦？佮家己啊，啊，佮家己这个真庆幸讲，哎。加在也够这个佛，哎，诶，这个下一堂礼拜啊，咱啊顶咧这个下礼啊，哎，无量的福啊，一当别无量的罪，诶，无量的罪安尼啊，所以啊，咱讲起来是可怜，佛出世咱已经诶，咱佛出世的时候，咱也搁咧六道轮回，颠轮嘛，啊，咱即马得到人生，结果佛已经灭道，啊，咱就无袂当看到如来金色身啊，也是有够悲哀。那啊啊，何对理性无法啦，罪过无量啊，有何好的会当啊？欲出家参与这个欲出家，就是啊，能够哦参与这个出家啊的行列啊。那你障碍有偌大啊？不见着佛的金身呐啊，咱安尼啊，这呢幸运会当个拜着佛的下礼。如是思维，向是不净善根啊，过去啊。拢无正确的善根呐，何以得闻佛法啊？那么咱若无听到佛法，言地上受因，咱若无听到佛法，唔知讲这生老病死的可怕，唔知六道轮回可怕，唔知无常法随时死亡就会降临在咱的身躯，免来知影咱常常受着佛的因，就是因为咱有常常听法，听这个。文化的开始，所以咱知影讲这生死痛苦，初因初得秋山难易，秋山就是高山的意思，高山啊，佛的因呐、啊、比高山呐、啊、搁较大着点，搁较大着点啊。75页啊，倒数第四行，诸非法公乃心。你若无发这个功大心，行菩萨道，建立佛法，救度众生，啊，众生的浑身脆骨，你也无法度报答。是为发菩提心，第一因缘，就是爱报佛的因的对，啊，报佛的因。那么这一段就是为这个正思维，立的正地见。所以爱知影讲啊，要报佛的因，需要发佛心，立心佛事。发功德心就是发佛的平等大慈悲心，这个心就是菩提心，行菩萨道啊。这三句拢是行佛事。佛在因地当中所行之事，行菩萨道者，下济利他，广行方便，布施爱意。理行动事啊，那么这爱解释一下啊。讲这个四摄法，四种摄受众生的方法，意思就是讲，你要修养自己，也是要引导众生入佛门，你一定爱记住这四项条件啊，可以感觉会亲近。可以感觉讲啊，咱这个佛教徒对真正有够好，所以四摄、四法，四的四种四相的四摄、四法，
通通是指一样的东西。第一就是布施力，那咱那布施是着家己的力量来布施给这众生，因为咱众生拢有贪，啊，这众生拢有这个贪，咱那方便甲施舍一寡物件给伊，啊、哦，啊是施舍这个真理给伊，施舍一寡财物给伊，这个众生也欢喜啊。啊，为你布施金钱给伊，伊无欢喜，伊一布施佛法给伊，伊一世人甲你感恩呐、啊，会甲你感恩呐、啊。啊，灵气啊，啊，这个亲爱之心啊，安尼，伊会认为讲你这个人修养真好，安尼你后摆要甲讲话，才会入就对了。所以啊，要摄受众生，第一个要布施，啊，布施财物啊，是布施这个法的真理。哦，第二这个爱语哦，这是非常重要。这爱语啊。不是男女那个恋爱的爱，这个爱语就是一种非常的诚恳关心的话，这个爱就是说我对你非常的慈悲的那种意思，而且说按照这众生的根性，那好好的安慰，那或者众生感觉说我们有够慈悲的，简单说如果要换一句话说爱语，直接了当的解释就是说菩萨能够站在对方了解对方的心思，而站在他的角度替他讲话，不伤害到他的自尊心，完全符合他啊。咱所关心的以及所需要的物件，啊，有的是真关心嘛，有的是真关心啊，关心到让人站不了啊，啊，因为女将生得水。生得水，啊！这男将哦，伊就真关心伊，非常关心，啊，关心到等袂住，安怎啊？啊，伊就上班啊，甲载去，啊，下班啊，在外口等，啊，等个安尼，实在伤过过分，而且人咧女将伊个热闹，吃不到，甲拜托伊卖来载啊，啊，伊嘛是硬皮安尼脾气啊，安尼，啊，就看伊一面安尼，迄时阵我那真甲关心，啊，关心啊，已经是受不了啊！你变作讲，唔是关心啊，变作压力啊。压力啊！啊，所以哦，啊，这男将伊会家己认为讲，我是做甲安尼个事，还佫袂当互你感动，错误啊！对，对方会接受的物件，这才是叫做爱语。自己的关心的程度，一定要关心的方式，你的方式哦，你的时间、你的空间啊、你的这个语言，哎，恰到好处，伊们才会当接受。那你个关心，甲讲变作讲限制伊的自由啊，那这个哪里是关心？所以男人呢、啊，都比较坏，他的关心的已经让人家受不了，无法懂，受不了，还是不会了解。所以呢，了解这个语言是最高超的艺术啊，所以咱这讲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